在暑假的这个课程当中，哈，暑假课程当中，你呢会拿到这样的一本教材。好，那这一本教材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本教材是针对，就是说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高中的课程。它里面包含了智慧啊，包含了片语，包含了一些字首字根啊，包含了一些文章，然后包含了一些句子啊，你要怎么做翻译？啊，你要怎么来写这些句子？你看到这篇文章，你要怎么来读它？好，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呢，这个句子的文意到底是什么？你看到这个文法的时候，这个文法结构呢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呢，就是呢，你在暑假的时候，我们呢，针对这个课程的规划，好，必须交给你的。上课专线0800223003。